走。嗯，好，那吃吃菜啊。好，好嘞。神奇的。青叶。不过我们到了，等到现在要等他找到停车场。哦，那停车场，大道谢林大道。好，我们现在用的是那个平日的下午茶，那个美食区，请下车。这个是地瓜，那个烧麦，珍珠丸子，奶油马铃薯，玉米薯，是小笼包。豆腐，这个很好吃，还有油条。
甘露，还有就是金枕牛乳冰棒，等一下先给大家。那个果子还不错，而且像那个蛋饺包，还不错啊，不错，普通，很重味的。它这火锅好吃，豆皮也好吃，它麻辣锅烫出来超好吃。好，好嘞，好，好。那，哦，笑子一笑说，应该好了吧？两点四，哎，没有扒开，用手剥啦，要再来吃，给他一波吃，就这样剥。哎，可以，好，黑黑的，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，什么都没有哈。我牛奶锅就配这些很多青菜。其实杨枝甘露黄金榴莲冰棒是吗？还吃不出来？还不错，还不错啊。它的黄金榴莲很浓郁的那个榴莲味道，加上榴莲的雪糕，好吃到很好吃。然后那个 Mr. Chen 吃榴莲冰，他觉得怎么样？他在刚刚摇头。啊，第二次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还好，你觉得还好啊？就是那我吃看一下杨枝甘露好不好吃？杨枝甘露它里面有内馅哈，吃到最后就越吃越好吃。牛奶锅我就配一下这个，刚拿了青菜哈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。好，就是这有很多不一样的菜，大家都吃吃看哈。好，还生蔬什么都有。牛奶锅配青菜应该是 OK 的吧？哇，这个。它有一个菜比较味道比较重，然后最后放椒，不然整个都是它的味道。好，这是什么炒饭？蛋炒饭啊。好，我曾经就是他自己炒的非常好吃。对对对对，先生说鸡翅不错，来吃吃看。鸡翅没有雷，然后可以啊，这样子。我看起来不错，还有西瓜、凤梨。然后拿这个像是慕斯蛋糕，然后这个绿茶的，看起来不错。可以吃到这次的慕斯蛋糕，还吃起来不错。好，竹北今日这家是都会型的火锅自助吧？哈，因为它这边的环境，就是营造让人就是还不错，就是自己饭还会比较愉快。那毕竟它消费是真的有吃到饱，下午茶，所以。不要太多的期待，那就好。奶油马铃薯看起来还蛮特别的，好赞哦。香醇哎，红豆味蛮重的，然后这个红豆拿铁好吃，而且是热的。蜜香红茶就是还蛮一般的。好，西瓜再吃一次，吃到百香果。刚刚那个碧绿笋加这个牛奶锅蛮好吃的，刚吃完。好，这个黄玉米看起来很好吃，这锅蛮香的。好，只是今天大概没法吃。好，它的每样水果其实刚刚。吃起来都蛮好吃的，只是说它比较台湾的一般的，但我们推荐那几样其实都还不错，其他的就要看你自己去挖宝看咯。
玉米果然很甜哎，推荐可以吃哦。这好像是它的水果玉米。哦，它的丝瓜也还不错，不食过也好吃，对不对？是一定要吃螃蟹。奶油那个马铃薯，这个它是酵素，水蜜桃酵素哈，那偏甜，虽然跟韭菜没有说特别搭哦，但是跟这菇类真的好好好吃哦。牛奶锅的新吃法，法庭的优惠哦，假日75%以上65%。好，这个其实今天它的蔬菜水果其实都蛮新鲜的哈，肉类我们比较没有品尝。好，收视的部分应该算是比较一般。好，它的那个红豆拿铁真的意外好吃，它的冰棒也很好吃哈。好，大家可以来看停车代表。2小时就出来了哈，然后停车在比州，然后就。